大家好，我是戴野猪。本期视频是向朋友们说明一下密保迷踪这个活动，以及向大家展示一下四个仙灵。开始前，大家可以为自己积攒一波欧气，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投币的朋友出他们的专武，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活动时间9月2号到9月19号，这期间刚好包括了中秋节。活动开启后会给我们一张藏宝图，并且每天开启一个地点，一共6处。完成六个宝藏挖掘以后，我们就可以兑换仙灵了。所以防沉迷同学在中秋节做也是来得及的。此活动就是根据 NPC 给我们的宝藏，带着小仙灵去挖宝。期间先要给小仙灵补充元素力，然后他会带着我们去寻宝。通过挖宝获得的货币就可以兑换很多朋友想要的小仙灵了。接着向大家展示一下目前在游戏中的四个仙灵，大家可以进行一下对比，然后参考一下自己想换哪一个。这里选择晚上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仙灵发的光。因为只能选一个，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选，尤其是新人朋友，你要是选错了这个仙灵啊，这个像我选了个黄色，我就不愿意带出来。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凑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关注野猪，让您不错过任何一颗原石福利，还有各种资讯。